好多唔识自拍嘅女仔，成日影到块面肥咗，肤色又黑又光滑，咁点算呢？听完我全手嘅精炼美白自拍技巧之后，保证你会爱上自拍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展现你最自信嘅一面啦！要缺一，镜头太近块面就会影肥咗。呢个手柄可以帮你拎远啲揸机自拍。要缺二，当眼神向高角度镜头望嘅时候，对眼就可以大啲啦。但放太高就会变成三白眼，而影低角度嘅时候，亦要留意有冇双下巴。一般室内灯光偏黄同埋暗淡，自拍嘅时候就会皮肤失去光泽啦。哦，呢部Casio自拍神器有成12级美白模式，只要因应环境情况调校到最适合嘅美白级别，肤色即时变得白滑而有光泽啊！同时仲可以淡化黑眼圈、暗疮印等等嘅问题。呜呼，绝对系自拍嘅好帮手啊！